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哈。今天来不专业的开箱，分享最近买的扫地机器人。这台扫地机器人有黑白两色可以选择，跟着我一起来开箱吧。开始安装扫地机器人吧，把基站放置好位置，连接上电源，安装坡道延长电，拆下主机防护物及贴纸，安装拖布组合，将主机与基地连线。首次使用建议先充饱电，添加清洁剂，顶部打开，黑色为污水箱，透明为清水箱，将清水注入于清水箱中，安装污水箱除臭模组，放回水箱位置，可加装自动上下水模组，自动换水，无需动手。打开银色盖子，这是集成袋的位置，扫描机身二维码，下载应用程式，把主机放置好，连接成功后，可以下达打扫指令，还能跟追觅聊天问问题哦。无聊时可以叫追觅播一首音乐或讲个故事，真的是很可爱的机器人。首次启用机器人会全屋扫描位置，下达语音指令时，请说你好追觅，请开始工作。测试后发现叫他秘密也可以哦。你好秘密，在哪？开始快速拖地。好的，开始使用快速路线进行一次全屋拖地任务。你好秘密，啥事？到这里清洁结束当前任务，开始召唤宝哥，首先不要离开，让我看看你在哪里。看到你了，现在过去扫地。你好秘密，啥事？往前移动，开始摇滚摇。你好秘密，往后移动，开始摇滚摇。你好秘密，回去机台。好的，准备回家充电了。
程。你好，秘密。在呢。今天几月几日？今天是2024年5月29日，农历四月廿二。你好，秘密。嗯。今天天气如何？高雄市今天多云，26度到32度。以上信息来自墨镜天气。你好，秘密。干啥？5+10等于多少？5+10等于15。你好，秘密。请吩咐。100-5等于多少？1005等于95。你好，秘密。嗨，主人。5×5等于多少？5×5等于25。你好，秘密。啥事儿？100除以50等于多少？100除以50等于2。你好，秘密。干啥？你今天心情好吗？有你在身边的时候，我心情都很美丽的。你好，秘密。啥事？您是什么星座？能够帮你把房间打扫得这么干净，当然是处女座啦。你好，秘密。嗯。你是什么生肖？我属虎，是可爱的小老虎。你好，秘密。咋啦？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我刚刚还偷偷打了个嗝呢。你好，秘密。干啥？你的妈妈是谁？我妈妈叫追觅科技，她很爱我。你好，秘密。嗨，主人。你的爸爸是谁？我的爸爸是追觅科技。哎呀，我。你好，秘密。咋了？播放一首音乐。你好，秘密。嗯。讲一个故事。好的。拇指姑娘。春天的时候，有个女人在花盆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种子，而是被女巫施过魔法的种子。不久，种子发芽了，并且迅速地长出了一个美丽的花苞。官方售价32980元，提前预购还有送配件包跟2年的保固。第一次使用追觅的机器，没有别台可以比较，到底这一台值不值得买呢？目前使用了差不多快半个月，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，功能跟扫拖部分都清洁得很好。追觅的 APP 也很好用， WiFi 设定好以后可以用手机跟语音控制一切的功能哦。有什么缺点呢？目前看到很多人觉得洗拖布的声音很大声，但我是觉得还 OK 啦，我们自己手洗也是会有声音啊。如果家里不方便装上下水装备，就必须要自己更换清水跟污水哦。每个人家里大小不一样，若30坪的空间，差不多3到4天要换一次水。这里建议家里若没有很脏，记得把 APP 里面的自动二次清洁关掉，
不然它会两次拖地哦。App 的自动设定扫拖功能很棒，不只有时间设定，还能选你要打扫还是要拖地，还是要先扫后拖，拖布的水可以选择要偏干还是要湿的，还有洗拖布的水温也可以使用冷水哦，但官方建议用温水，会洗得比较干净哦。双仿生 3D 机械臂真的可以边边也扫得很干净哦。还有首创虚拟爬坡功能真的很棒，房间的门没有关，有门槛都可以爬过去哦。雷射的感应也很好。如果你想要买一台扫地机器人，预计的费用足够，还蛮推荐买这一台来使用的。但任何东西都是没有完美的，所以我想对每个人来说都还是会有小缺点的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的不专业开箱还认真的看完，太感人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频道哦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有空常回来看我的影片，拜拜。